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，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。Hold on, best is what suits you. Yeah, 泰山，走。去哪？停车场啊。为什么带我来停车场？哦，我跟你讲，今天我要来估一台车。什么车？这么神秘？停在停车场。很神秘的啊，停车场直接都赶来去买啊。我要看这个车号啊，车位。三十几号，等下快到了，27了。什么车？很神秘。台下、哦。我跟你讲，那我小时候成龙，你知道吗？啊。成龙雕手。蛇形雕手，成龙雕手。蛇形雕手，成龙演的啊，成龙的手啊啊，对的、啊、对、啊。成龙那个霹雳火，你有看过吗？有啊。有，你确定？他开什么车？有他开三菱啊。沈明爱嘛，对、欸、我今天来去找一下沈明啊。是哦。对啊。跟我们三菱啊就对啊，我们沈明爱就对。可是这个不一样哦。这个不一样哦。哎呦。有没有看到？我看到。看到了啊，在这里，就是这一台，今天我们的主角出现了，噔噔，三圈 GT， 好 GTO 版的，就是成龙真的那个引擎是。225匹，不是160几那一个，哎，不是涡轮的300多匹，不是，它自然进气，它自然进气的，对，哎，为什么这台车啊？为什么这台车啊？为什么？网友跟我们说他有这台车，他用不到了，要卖的啊，所以我们就过来看。哎，等一下，就是他用不到，我们才有机会，不然你要有机会租得到这台车。不是说不买老车了，为什么又要买？没有啊，小师说他不买，他没有说 Kobe 不能买。是这样哦。不能讲哦。哦，有没有看一下？我看一下。丹丹，最重要的 video。video 哎、欸，我有看过了。其实我们公司三千的蛮多台的，我也是3000cc，我就两台 video 的。啊，泰山你的嘞？我的3.7啊。你是 video 的嘛？对。就阿呆不一样，阿呆是直的。阿呆是3000直列，对不对？他是直列式的嘛？啊，那个伟哥有没有？他也是 V 的。啊。对哈、哦，对，所以 V 的还比较多嘞，直的还比较少哦。这个也是 V 6的，你看这边嘛，一二三进去，本身这边有三缸，嗯、这边有一二三进去里面，这边有三缸。那为什么你的是12缸？诶、欸，你的为什么是十二？知道，你说我白色那一台，对啊，我不是放了，它会扔起啊，然后软掉了，所以我要修，要换掉。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了，我以为是六颗，不是，那、就是跟人家不一样，它一缸就有两颗，可能就是一个高金嘛，它这一条呗，所以修改你较贵的嘛，合理吧？看起来是引擎盖是原本的了，它这台是红色的嘛，你看，有没有？哎，用下一门呢？所以这个是从哪一国来的？三千，它如果是写3000 GT 的话，应该是美国吧？美国的来的、喔，哎、欸，它有贴纸啊？因为这台车在日本国内是叫做 GTO。它左右有贴纸，你看左右有贴纸。哎呦，阿、啊、光，我现在垂眼睛管里头。对啊，对 啊, 啊。我刚挡住。哦、啊，对对对，看到了，好，没事。啊、你扶着我看一下。有啦，我有扶着，不用紧张。我怕你，把我夹住了。我跟你没有仇啊。啊，没有仇，不用担心。看起来是还，眼睛卡灯里面。啊，好这个。是啊。应该不是我看错吧？这眼睛卡哪里灯皮？你说的那一块是这里啊？我要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。为什么？那是引擎角吗？对啊，乱了哎，所以马力很大哦。啊，车主说没电，我们等下再好，先下来，我们再看一下旁边。哎，我觉得它这个灯蛮好看的，有熏黑，然后还有两个小眼睛。对啊，好，双门的嘛，这应该不用讲，双门无边框的车门。哎呦，两座赛车椅前座的，而且是那个呢，3.4的，安全带，靠安全带啊！你讲快一点，讲快一点。哎、欸，这个我没细过了，怎么细？它应该就是上来这样插吧，就是整个包起来这样。好像是。哎呦，这支那杠没敢管，就怕呢。我那就白了，1238股，1238股。不要胡乱。你不要胡乱我，我还没讲呢，你就帮我先帮我讲出来。其实最主要一点是手排的，好，手排的就是我们讲的嘛，就不用担心它变速箱有异常还是怎样。后座应该不用看呐、啊，后座它应该是载不了人嘛、啊。车主用了蛮多的卫生纸的，哎，你看它椅子坐得很深哦，你注意看，这真的是同椅，它坐进去就屁股整个都黏住了啊！为什么要这么低？你知道吗？如果是这样，没有，高度不够，对。
这里到这里可能大概100公分而已，哇，啊，挖下去就可能就低一点，就头才不会撞到。你要不要看我坐进去？不用，我坐看看好了。你坐坐看。我觉得我坐就，哎，没有嘞，我头是在玻璃上面，我上面是玻璃。哎，真的。哇，是还可以啦，可是如果在跳动的时候就要小心一点，不要把玻璃顶破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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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行还行还行。贴纸都还在。对。老车就主要是说不要太低，老车怕什么生锈。好啊，再来就是比如说漆面不好，那都很正常。这么久的车，如果没有记错，应该是1995了，1995到现在，我被杀着米啊嘞。你还有印象吗？之前我们去说那个3000 GT 是不是一堆备品？啊，他也是说他有一些备品，等这之前的啊破掉和换掉了。啊，他一些皮带那一些看到，他说看到只有在卖，他们就想把它买回来放着。万一有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更换，在那边对吧？看到哈，也是蒙眼的哈。那这个自己加装隔音，哇，旁边那个胶条那防隔音，这应该都是难免跑过期都有的。我带驱魔椅，这个应该不用打了吧？你带驱魔椅干嘛？我背包里面就有了。哦，等下这里有伤吗？有啊，伤我到时候才会绕一圈，我都先看板件，然后到时候绕一圈。不然看一看，等一下忘记了。其实这边也有啊，这边也比较明显。这感觉上就是跟豚影拓海有没有？一直嘎起来的时候有没有？最后疯狂的时候就撞到墙壁，砰砰砰，哇！那块影片嘛。这是不是要板金？要啦，来板喷了，这样猫下去了，就猫起来，就录了边，录了什么？真的长得真的不太一样了。啊，刚看了一下哦，其实内装就是整个整体算不错了，可是它还是有一些久了这个。啊，这个科比有教过嘛？喷一喷，连回去就好了。或者是说你调卡层一点好了，把它撕掉，你买一个红色的皮贴进去就变红色的。嗯，其实这个都是就素颜的哈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整体都算不错，保持的还不错。因为就刚跟车主聊一下，他说他连机械他都不想理，应该说这个车也算比较宽。他说哦，机械，机械车位，对。然后这里是自己贴的，还是卡蹦的？应该是没有，那时候还没有卡蹦吧？贴纸这边有吗？贴纸。有，椅子还算蛮漂亮的。有跟车主大概先聊一下哈，这个他是二手的，好啊，买了他已经买了3年，他现在比较少用到车，所以现在卖给我们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车如果买回去啊，哦，有幸买到啊，我觉得不要移太里面，越进去就越容易不能没有理他。你丢到停车场也是一样啊，没有人会去理他。不行，我现在决定了，好了，我现在不要买房子，要买车库。啊对，铝圈有换过。阿忠，这个是在前的一个车主改的。嚯，我很认真的，我都老花嘞。外表这是比较斑驳了一点啦。我刚看过去，前后保杆、侧边都有一些刮痕。其实，可是正面看起来还好。怎么讲？以这台车整体来讲，已经算不错了。不错的原因就是因为它1995到现在几年了？20几，快30。对啊，哎，你帮我扶着，帮我扶着一下。啊，你要发动啊？先接个电啊！我想要听到引擎声的。对啊，可是好像没钥匙哎。我等下去找车主。噔，哎，有了。好了，引擎脚断了，对不对？对，真的断了啊！真的。可是这个怎么会断成这样？我刚刚反，一般都是断那个像这个橡皮这个部分，它是中间这样直接断掉。嗯，对啊。声音怎样？很正常。很正常啊。它看起来引擎还不错啊。看起来没有漏油很夸张，像我们的公益车打开不是都淡薄薄啊，那一块都还好，可是还是有来一些旁边还是一些油气什么的还是有。对啊。对，它是其实你说实在的，这么老的车你敢看光老油油没差别？其实下面没有很严重。对，看起来，哎，顶起来就不知道了。最明显就那个引擎脚，那个是断掉了。好，看好了哈。好，看完了。啊，再来就是看了那么多了，大家来给先瞧一下介绍了。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
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。全车最新的就是这个。对了，你看它的表，三环表嘞，这温度、油表、机油表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是发电的。电。对啊，这个就长得一样啊，那时候就是这样的。这跟历史很像啊。对，差不多是这样。好啊，对，刚刚忘记没有讲到里程数了。它这个是我记得是 mile 的，因为公里是在里面，红色是公里，外面是 mile 的。我从什么表才160而已，对吧？现在是表头是136,900 mile， 一点多倍，是吧？花了10万，对吧？反正就不管了。这种车啊，30年的车300,000也是很合理啊。啊，冰冰啊，这冰冰，冰冰，哎，它方向盘还 还不错哈，对啊，还没有说很。它是定速，很那个，所以那时候哎，以前展厅前当有定速啊，我觉得还蛮厉害的哈、哦，对啊，有几很多按钮，不晓得干嘛的。雨刷水是用按的，后面的吧？后面的，对啊。哦有嘞，动了。它的中控台算不错，这个都没有跳起来，都没跳起来。哦，这个是它的东西啊，我要摸的原因就是看有没有已经送。用削干嘛？看到某些弯转直的塑胶，我不晓得这算什么，可是看起来是整体是还蛮不错的。这个有点弹性，但弹性还不错啊。对啊，还蛮嫩 Q 嫩 Q 的。不是硬的。对啊，比那的血管都要赞。啊，这边有一个东西我忘了介绍嘞，这什么？这个、啊、模式啊。哦。巡航模式啊。哇，这帅啊！这是一个嘞，这个拿不起来了。这个是那个啦。那个看不懂，反正就是这样。这是拍咪啊。好拍咪啊。这拍咪啊。他写 disc 最近没有用，悠悠。其实好像有点，有没有？歪起啊！还有，它是不是坏掉了 ？Diver 卡不住，所以要开车要躺一点，所以开车要躺一点。哇塞！果然是开跑车要躺着开、啊。你是最爱躺着开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要躺吗？为什么？不是我不想坐很正，不动你肚子。所以要躺着开、哦。对，替我的肚子讲话。哎、欸，我突然想到，你想到什么？Celica 又有 GT 哦，又有3000 GT， 嗯，啊，还有，对，还有日驰，日驰不算，日驰、啊、没关系啊，都把老车都凑起来，还有 Golf， 你要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没有要做什么啊？哦，欸、我们有日本当年，哦啊、大家很就是很哈的一些车，俗称叫什么？四大天王。四天王没有，我们还有 Supra 没有，还有那个 R7。R7可能买不到 ，R7没有了，还有 NSX， 黑马博嘞，对啊，哎、欸，这真的是你看，现在你开刚好，我开变成这样，哦啊入档，他说你已经脚断了，先录一下了，可以了，试一下而已啦，有很陡吗？是还好，已经脚断了，你就不能太怎么讲，吹太大力，不然它会这样。嗯，拉开有没有被开了？到时候回去撞了，那把引擎撞破了怎么办？就是等下开是可以开，只是要顺开，不要开太快。哎、欸，这引擎卡不在较贵吗？哎、欸，不是眼睛卡贵问题，你在吹我，他吹我得慢用修哎，要用修哎吧。好了，我觉得是要用烧的、啊。拔下来，隔壁传教士点焊片。哎、欸，好了哈，你说的哦。对，你拔下来我就点，你拔你拔，说的、哦、要你拔我点。好，我来拔这样。对，你拔我点，请巨哥。麻将了，好资源，好，我来，请资源输赢，好，好了，那我真的要去跟客人敲输赢了。好了，耶，已估了，我们现在回去了，地下室也比较热，我等下回去顺便试一下车，好啊，刚好就可以结尾了，还没开过了，出去绕一下，感觉一下。你以前有开过这种这台车吗？没有嘞，以前最多卖过吗？没有，都没遇到。我那时候我小时候而已啊，那这个在卖的时候，1995才出生，这么大而已，对，对，还不够。那时候我记得是比较旧，我们台湾最多日驰嘛，嗯，那日驰听108万，那是这样，哎，这么高哎、欸，那时候是这么高哎、欸，我们那时候还在骑奥杜拜啊，你啊，好，然后回去我再试一下，等一下跟你说我感受的心得，对啊，好 ，OK， 已估，拜拜。哦啊，法拉利呢？哦，法拉利，啊，幸会哦。哎、欸，
我无称诶。哦哦，拜托诶，火哥，火哥，没有，手势太多了。哇，3000 GT， 我想讲法拉利回来啊哈 ，GTO 呢？麻辣教师 GTO， 你旁边把它贴一个成龙，它现在不会停，它停在旁边来了。你看，哎、欸，我看不住了。另外，这像法拉利当初像法拉利的设计有没有？进气孔要帮这个刹车散热的。哇，要求啊，你嫌车不够侪啊？啊，你帅嘞！你车口够一只2000系的迄日食嘞。对哦，金色的新店一只还没处理耶、哦哦，你讲去处理这只 GTO 回来，你怎么想？看到霹雳火没动的，没动的，对哇、啊，霹雳火这向中我都笑脸买不起。东瀛四大天王 NSX 嘛 ，GTO 嘛，速不辣嘛，阿哥起来 ，GTR， 哎哎呀，雅叉 7， 雅叉 7， 雅叉 7 哈 ，GTR 不算是不是？排不上名，那时候，那时候还没有，是雄心哦。所以真的是这四个吗？你为什么知道？哇，要输啊！哎、欸，所以四大天王，我们终于买到一台最便宜的。哎、欸、，RX7， 哎 ，NSX Supra， 这个年份现在不得了了，不得了，买不起哎，唯一买得起的，我们买得起的就是，我们就买了。剩下的三台，你现在去买，可能百万都不晓得买不买得到。这台安生杯更亏你。这没在坑，这吼没在我那讲过，没在塞啊，像类似像我那坑啊那。咱可以去下订单。这个哈、哦，我跟你讲，观众朋友在留言，然后小师你不要再买车了，你留一点给别人好不好？好，那看我们收一些稀奇古怪的车回来，然后都没卖，然后那些网友看看水就给你，看得到吃不到啊！啊，大家都被小师 Q 起来啊 ，Q 起来坑一下挪。上次還有一个留言，他们现在好好的留言已经不要，他们现在用叼的，你知道说什么？这个哦，反正这个收回来之后就结束了。好、哦，这就是小师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那个留言？啊，反正收回来就没有后续，这就是小师。那不是我们的问题，好不好？我们这边放2年，修理厂再放1年，就3年了呢。我们，哎、欸，我的钱呢？我比你们还想整理，你洗嘞，对不对？泰山那个日食就弄几年，你自己说3年是不是？那真的不是我们问题呀、啊，好不好？我也很想要快点把它弄好啊。现在师傅越来越少了，每人就是这个料又难找。你摸到废料？可是我刚。对啊，我修过这里。背上面料，来，乒乓姐，乒乓姐，它、啊、这个真的长得很像法拉利，整体漂漂亮亮，注意人家也是法拉利。哦，这个点杆还换过嘞，哎，新的嘞，是的，就有动头的嘞。那灯不知道去哪里买哦。哦，哎，两颗鱼眼，你看那几年，1990几，95年就鱼眼嘞。你看这排水沟大不大？啊，跟人家浴室排水沟大，差不多。哎，排水坑哦，够大坑哎，为什么？老水沟后面的、哦，有一大堆皮带啦。哎、欸，贵，哎、欸，整包都备料。你讲、欸，原厂的，你看备料。一堆嘞，我来讲。要修啊，它是怎样？有啊，这边很多、啊。这边很多，我先我。什么还要波斯？还有这个垫片哦，就用垫片。哇，你往这铁套都有，你看，啊，这马后尾呢，完整度其实蛮高的。对，舵轮，对啊。啊，这是舵轮，这样。哦，三零啊，有没有？没卖呢，啊。内装嘞，我也觉得不错啊，就是拢啊，3000 V 六出牌啊，对哦，火哥哎、欸，你拄啊夹这回来啊，没有，啊，你当讲你好下无？我讲我试过买，我顶 O M P 的嘞，啊，刚才不是放的 O M G O M G， 他这个垃圾棒有没有裂开？我们之前那个3000 G T 的碎，垃圾棒我跑过呀，三环表哦，对吧？延长的三环表。哎，等会更多呢。哎呀，我是觉得内装的完整度是没败。V6 手牌，让我想起我们那台尘封已久的406，该如何是好？咩新兴型？赶紧赶快，抓某新兴型，抓得还不够，那个是找小三。许翔呢？你们是不是在就是类似这种概念？车买回来放在那边，然后再去买下一台？哇，有延长方向盘。哎，不会啊，这个这样看起来完整度是真的是算还不错的。来，引擎室拉一下，哎，引擎室维多拉。它管久啊？它管嘞。哦，这么高、哦。对。哦哎、欸，它引擎整理的不错呢，这有滴狗呢。有啊，但是这支爱换。哦，这弄起来啊。哦，你看人家还隔热棉。对啊，这都也多嘞。这原厂的嘞。对啊。哦，还有点会啊。嗯。有吗？有。多啊。哎、欸，小夜灯呢？小夜灯。哇，哎、欸，现在都没有这个功能的呢。哇，你看这 V 六，你看。哇，真好！哎、欸，其实它做的不错。但是今嘛就是终端问题，就是这支断了。哇，哎、欸，
断到看得到是怎样？这厉害，我们怎么那会断啊呢？我来讲，中这支油也袂上贵，一定是安尼啊，有可能一支八万。无，我想我八开小时。啊，有没有可能？刚刚那个灯这里有红的，这个灯怎么没有？对，应该是跑。哦，伊当初应该是有用过的。这看起来蛮新的。对啊，只有跟你换。哎，看，而且这边还有那个水瓶的。对啊，一炸弄这些水瓶子。水瓶子有没有看到？啊，气泡屌啊，那水瓶。这个引擎应该跟3000 GT 那个应该是一样的吧？我猜了，不是啊，就是那个日食啊。对，我们之前有一台。哦，对哦，我之前有一台日食手牌也是3.0V6的，搞不好同一个引擎，对不对？有一台嘛，对啊，一台嘛，别嘛，刚刚就怕剩了。不过这比较帅啊，其实也蛮帅的，现在日食走在路上也看不到了啊。上次那个90那个是还蛮多台的，可是没有这一种，都是用这样的呀，旧日食比较多的。四大天王啊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没有了。这次呢，好不好？我们在这边立下好语啊，不要说三年了、啊，我们这一台处理2年就好了，好不好？2年处理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应该冷泥的话。啊、哦，在这边立下好语了，这一台2年之内一定会让观众朋友看到。我敢载，等下不敢我嫌。另外后座会烫啊椅，我跟他被烫哎，深度跟马桶一样哎。啊，我跟你讲，这车一定吃油很凶，你看那个卫生纸那么多啊。他说懒得拿了给我们。哎、欸，加油一点就凶哎，你别吹行吗？加油！加油站送的，我都是讲五星座阿姐嘞。看他自己车主眼光，啊，他那五星座。五星座。哎，旧型的，你不要再黑他自己。我们说的是旧款，现在新的人家，哎，应该是对，应该就不会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目前这样看起来是要弄的东西稍微没有那么多的感觉。对啊。也还乱赛等着他妈呢。我觉得还不错啊，因为引擎角的关系，所以换挡不能。太大力，不能太猛，对，不然会回来的时候会动撞到，对啊，引擎脚要先弄，库拉吉有点高了，它要放很高才可以动。那该不会离合器片啊又没了，然后不好意思没有料，没有了啊，旧事又重演了，每个东西都没有料啊，日本找也没有怎么办？找到东南亚去了会不会？我塞起来加看好像还没声嘞，我全塞起来了。因为我塞就慢了，因为我塞上紧。另外一架是化水先啊，你这是包的，包的呢，包的啊，油供。他怎么不直接用烤的就好了？搞不好买顶包啊。他现在形造是黑的了，有黑的，红黑啊、喔。嗯，他那顶包可能太帅啊。好啦，那刚讲了，2年之内让大家看到这台车整理好。嗯、对啊，整理好。好，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再见，耶，拜拜。哦，哎，没有要卖哦、喔，不要问我。好，就放日食隔壁。好，阿卡洛拉那台拿去压掉。好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行不行，不行不行，再找个位置让他放啊。我们啊，经典车位会越来越少了，怎么办啊？再继续下去，我们要找一个场子停这些车了。基金会要不要弄一下？你要去申请。申请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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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弄一下基金会啦，好不好？救古董车，小师。老车急难救助基金会，好不好？捐款账号放 QR code 在屏幕那边，啊，QR code 扫直接就可以转账。好了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Ultra-S3 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Hold on Best is what suits you。Yes，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。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。